没有，直接超级超级绽放，真的超爱这个。我包了好多颜色，拿来定妆眼下超级好用，简直小天才耶。 Good morning 大家，今天的影片主题呢是 Get ready with me。 没错，今天已经是抵达美国的第三个礼拜了吧，我化妆的次数不到五次，然后想说再不化我都要回去了，带来的漂亮衣服都没穿，所以呢今天就打算来很简单的化妆保养，因为我其实今天也没有要干嘛，但想说反正也闲闲的，不然就来拍个影片吧。你们知道我来美国的前面就是被抓到小房间吗？后来我又确诊，然后遇到一些有的没的事情，莫名其妙有什么恶邻居事件，反正我总之我每天都过得很憔悴。一样这个最爱的 TTM 喷雾，这一罐真的超赞欸，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能没有它了，我早晚就是敷面膜跟保养品前一定会喷，而且它蛮滋润的，但是又不油。然后很疯狂的是一样把我的这个 Real Touch 的抽取式面膜带来，这里实在太干了，所以早晚一定要敷脸，但是它在行李箱你要小心，看我即使用假脸袋，它里面的精华液多到还是会爆出来。我觉得加州跟纽约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在纽约的时候我每天都是全副武装，然后打扮的就是很完整很漂亮，但是在这边就是很 free， 擦个防晒好像懒懒的，就你也觉得好像没有要去哪了，好像那也不用化妆，所以加州化妆的人其实蛮少，然后每个都穿那种洋装啊，或者是那种运动风的套装，就还蛮不一样的。但这边真的蛮晒的，而且非常非常干，我每天早上没开冷气哦，起来嘴唇手都觉得超干的。但也因为这样子，我来这里鼻子都没有过敏。我最爱的这个 Olay 小红瓶，这个乳液真是赞爆哎，不管在亚洲还是美国都很够。然后我这边我跟你们讲，我现在找到一个新的方式，就是娇兰的这个瓶很油嘛，直接跟乳液滴在一起，就滴了一滴，隔天脸会变超亮。这刮痧板真的赞哎，必须要刮一下，我的脸真的超肿哎。快速的消一下水肿，刮完之后好像有好一点。接下来就来上妆吧，用的是 Moody 的这个防晒。其实我原本是都用那个无色的，但是因为我无色的用完了，所以行李箱还好有一罐这个润色的，但润色的我就会上少一点，因为等一下还会再上粉底，不然脸会太苍白。目的是防晒真的很好用欸，而且因为我都有去曝晒的行程，海边啊什么迪士尼都是那种一整天户外的，然后我也没补妆哦，就一整天，我觉得真的还蛮厉害的，主要是它不会让你的脸感觉很黏。你们看这一层其实就已经不用上底妆了，但为了确保我们今天的妆容完整性，还是轻轻的叠一下粉底。这罐真的超赞，如果你平常是很少化妆，然后只需要一点点的提亮你的气色，让你的气色看起来红润一点，目的的这一罐真的还蛮推的，就是润色的。但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有在化妆，然后你要妆前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可以选透明的。遮瑕一样是 Make Up Forever 的，然后去年来美国买的这个 Hourglass 的。有鉴于呢我最近的影片有很多人说我形容词很匮乏，每次影片都说超怎么样超怎么样超怎么样， OK，我现在决定要戒掉这个。竟然还有人很努力的数说我一个影片到底讲了几次超欸，很困扰大家吗？那我就努力的戒掉。接下来呢粉底我是用这一罐 Bobbi Brown 的，这一罐很好用欸，因为它很薄，然后颜色很自然，我的肤色用这个是 N012 就非常刚好。但因为刚刚已经有上润色隔离了，所以呢粉底你就不用叠太多，以免等一下被笑说是面具人。而且我超喜欢 Bobbi Brown 他们家的底妆，都会有一个精油吗还是什么味道，然后很舒服。你看它的质地就是也是超级好拍开的那种淡淡的光泽，然后持妆力我觉得也非常不错。根据我这几天如果有上妆但在外面曝晒，也不会到那种一下就觉得哎土石流或者是什么的。底妆完成，再来蜜粉，一样是肌肤之钥的。其实基本上我这次除了粉底，我没有带太多新的东西来美国，因为我觉得皮肤还是要用你自己习惯的，我怕来这边踩雷或者是什么的。接下来呢定妆呢，眼下我最近会用这块是 Make Up Forever 的，然后它这个是白色的这种蜜粉饼。我最近发现彩棠的这个手指粉扑拿来定妆眼下超级好用，
就没有再用刷子了，因为你就可以直接压，然后很服贴在你的眼下。你看，简直小天才耶！鼻翼两侧也可以稍微压一下，完美。眼影呢，我这次是带这一盘 Daisy 的这个。这个呢，因为它有20个颜色，所以颜色我觉得基本上都百搭，就一样都是这种大地色。这一盘真的已经推很多次了，有去韩国的 Olivia Young， 拜托你们买起来。这一盘的颜色我觉得非常适合，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皮肤比较偏黄的人，因为它的这个颜色呢，我觉得很修饰我们脸的肤色，就会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是有提亮的效果的。它的显色度我觉得就是最刚好的那种，因为像很多欧美的牌子或者是一些比较显色的眼影，用起来我都会很像要去就是唱歌剧魅影或者是唱京剧。好，再来呢，下眼睫毛的部分呢，会用 Maybelline 的这一支冷萃裸棕色的眼线液，轻轻的夹在你的下睫毛，它会让你的眼睛的轮廓感觉变深。卧蚕笔的话呢，这次一样带，我发现我用来用去最适合我的彩妆，真的还是韩国的彩妆，就是眼妆啊，像卧蚕笔啊这种。这支那个 Wake Make 的我也很喜欢，亮片大小很刚好之外，又质地很好推，就是一点点就亮亮的。这个颜色是01，所以01很推荐可以打在这个下眼睑的地方，然后我自己是会再用刷子，然后沾一点眼影的亮粉，把它推开，这样就会蛮自然的了。说我随便化妆啊，结果也化得这么完整。接下来呢，睫毛的部分，今天呢，我们一样用 Moody 的假睫毛。现在这个假睫毛真的是让我化妆变超快，我这次来美国也带了好几盒，结果化妆时间太少了，就这一盒到现在还没用完。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把睫毛夹翘。睫毛夹翘之后呢，我会先用 Maybelline 的底膏先刷一层。这个底膏超霹雳无敌好用，我记得去年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就是带去纽约的时候，时隔一年它还在我的固定名单当中。它就是刷起来完全不会结块。其实如果你平常想要自然有气色的话，你看它一层很像你原生的那种妈生睫毛很长的那种。这个睫毛底膏真的超赞的，拜托大家一定要买。好的，重要的时刻来了。 Moody 的假睫毛呢，它有分两种，这个是 Wink， 然后另外一个是 Brief 款。我喜欢的是这个 Wink 的，因为它只要三束，然后重点是我喜欢睫毛是比较明显根根分明。夹出来之后呢，往上翻，粘上去，就这样，超级简单，化妆时间变超级快，因为我平常化妆最久的就是我的睫毛。有没有整个已经亮起来了？好，那我现在快速把两边贴完。好的，各位，我现在已经把上下睫毛都已经贴好了，眼线也画好了。跟你们讲，贴这个睫毛呢，最重要的精髓就是你最后呢，你要再拿睫毛夹，轻轻的把你的睫毛跟假睫毛的地方轻轻的夹，等于有让它贴合的感觉就对了。不要太大力哦，因为太大力的话，你刚刚粘的地方它会掉下来。有没有直接？超级超级绽放。接下来呢是眉毛，眉毛的部分呢，因为我有雕眉嘛，我是在 The Calico 那里，我朋友那边雕眉的。我跟你们讲，雕眉真的会为你省下超级多时间。然后稍微在画眉毛前稍微梳一下，轻轻的沿着这个轮廓线画上去，其实眉毛很快就可以完成了。我觉得它这个画起来的毛流感跟整体的妆感看起来是最自然的。最后呢是这个 Hinks 的这个我超爱的这个染眉膏，这个染眉膏超级自然。你们看，因为它的这个刷头很小，然后你看它可以把前面的毛流整理的超级超级干净，然后又很顺。拜托你们去找一下 Hinks 的染眉膏，根据你的发色去找一罐，它染眉膏大推。接下来修容，修容的部分就一样简单的用，你看又见底了一盘。腮红这一次是带这一颗 CT Muff，
这颗呢很自然，但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打在这个，就我就不会打在这下面，我会打在这个边边，让它有通起来的效果，然后脸可以往内缩。其实每一个腮红的颜色不一样，它打的位置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少量多次的上就 OK 了。打量呢是这块，这块也介绍很多次了，然后它是05号色，这色我觉得打起来也蛮亮的，你看它是有一种星空感。完成，先来喷一下这定妆喷雾，万年的美感 forever。真的超爱这个 Hot Percent 的这个唇线笔。我包了好多颜色，可以根据不同的口红颜色做搭配。再来是我很爱的娇兰的这个唇油，这边很干嘛，所以上了唇油，让嘴唇嘟嘟的又可以保湿。这个颜色我觉得是最百搭的，如果你要初入手，你可以选这个258号色，这个是有点橘橘粉粉的，不到太橘也不到太粉。有回答到大家吧。那我们现在来用头发。跟你们推荐这个 MUMM 的这个 bra top， 这个 bra top 我最近超爱的。它的这个线呢，是它这边有在做一个往上的这个支撑，所以我觉得你的胸口的肉可以完全的就是被收进来。所以如果你是胸口比较有肉肉的女生呢，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他们这一款。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把链接放在下面给大家。超级集中，然后又很有弹性。我这次来美国就直接包色，那像我外面就是简单再搭个罩衫就可以喽。好，今天简单就把头发给夹直。来这边连化妆速度都变得很慢，我已经化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搞定。我觉得这次来美国最大的感受跟不同就是我有强迫自己慢下来的感觉，因为一直以来我的生活步调啊什么都是蛮快的，所以呢就也很少有那种真的让自己有休息啊，或者是不要一直用手机啊 iPad 电脑。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每天过得太 free 了，所以你也不会一直用手机，反而多了很多时间可以静下来休息，真的是一个很必须要有的时间。这一次放假你才可以发现说，哦，原来人在休息的时候你可以想到你还有很多事情想做，或者是听听你自己的声音，然后有内心充电的感觉。完成。好的，那我现在就可以准备要去吃早餐，等一下呢可能会去附近晃晃再跟大家分享咯。搞笑结果咧，我今天一整天没去哪游泳，起来全湿了。